张柏芝19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，中国香港女演员、歌手。1998年出演首部电影《喜剧之王》，并担任女主角。1999年发行首张 EP《任何天气》，凭借 EP 中的歌曲《星语心愿》在歌坛成名。近日，据港媒报道，张柏芝最近动了想当导演的念头，要升级做张导了。话说，张柏芝要当导演真不是嘴上说说，他已经开始向外界招募演员，已经付诸行动了。他分别用普通话、粤语、英语进行宣传。他要招募的演员需要的条件如下：不分国籍，不分年龄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招募，并且他个人觉得适合的话，还会为选中的新人而创造一个特别的角色。听起来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条件也太宽了。张柏芝真的搞清楚了自己想要选什么吗？张柏芝的演艺事业曾经可说是超级辉煌，一切顺风顺水。刚出道就和周星驰合作，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部电影，在《喜剧之王》中饰演的柳飘飘一角，至今仍是堪称经典，让人难忘。当年的这部影片也顺利成为当年票房总冠军，由票房神器沦为票房毒药。张柏芝一路走来简直是没谁了，后来也能上各种综艺节目赚点零花钱，日常各种晒 S， 今玩起了直播，只是出色的作品几乎没有了，不当演员直接当导演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当导演了，张柏芝这个想法确实蛮好的，真不知道新人影后是玩的哪一出。你们觉得张柏芝当导演这事儿能成吗？